清晨起来打开窗，阳光美美哒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炮心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。奶奶是晨练去了，然后我也搞到了汽车钥匙，我们今天可以放心的出门约会喽。奶奶啊，千万不要想我啊，一个人在家一定要好好的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还活着。拜拜。傻孙子，奶奶也当然希望你幸福快乐呀，毕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女朋友了，以后我也不会打你了，因为你已经长大了。孙子，昨天晚上约会怎么样啊？哎，人呢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奶奶，我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见啊？我在你头上。我不敢见你啊，奶奶，因为昨天约会失败了。没关系啊，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跟奶奶说一下怎么回事啊。就是昨天你给我的20块钱全被甜心给吃完了，一毛都不剩了。什么？20块钱全花完了？哎，奶奶，这不能怪我呀，这能怪甜心，她太能吃了，我也没得办法呀。奶奶，要不你再给我50块钱，我今晚肯定把她约成功了。啊，吃屁吧你！小兔崽子，敢骗起我钱来了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啊，我不敢了，奶奶，我再也不敢乱花钱了。这是第一次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我也不知道婷婷那么爱花钱呢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找爱花钱的女生了，奶奶。啊！别打了，奶奶，痛啊！啊！奶奶，你太过分了，我干什么坏事了？你要这样打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这是什么宝贝呀？这是我发明的激光枪，兄弟们火力全开，哈哈，太爽了！大家知道我厉害了吧？哎呦，孙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Baby,